难道说二妖大战将整片湖都打没了？这就是元婴期强者的伟力吗？完全感受不到灵力，看来那四不像是跟着星星同归于尽了。啊，灵兽也能以命护此，万物皆有情啊。听那星星的口气，你是个大补的东西，不过你家大人拼命才保下你，我是下不去这个嘴了。一个蛋还这么大脾气，算了，这肯定是实打实的高级灵兽了吧。嘿，血灵之体开，本帝就这么没了。区区蝼蚁也敢吞噬本帝的血脉，把你的肉身给本帝交出来。二位长老好。这是妾身的徒儿叶彩铃，前些日子刚入筑基，就是玩性大些，二位见谅。啊，无碍无碍，我们蛮荒修仙界当前的第一仙子美人和老一辈的第一仙子美人都在面前，我们可不是见谅，而是大饱眼福啊。哎呦哎呦，嗯，沈浪是还没来吗？啊，沈道友这次并不会来，欠了本仙女机缘就不敢来了。这时他过去和沈长老有些缘分，一路上都在念叨，现在见不到难免有些失落。叶彩铃跟沈浪好像……小屁孩，你别瞎说。真的，当初我在巨神峰亲眼看到他俩，那叫一个亲密。不过苍雾山开启这么大事，沈长老为何不来？妾身倒也想见见这位能让彩铃如此牵挂的天才。启禀月前辈，家兄在闭关修炼，不方便出来，还请月前辈见谅。这几年老是听闻你们冲霄殿有位不世出的天才，乃是传说中的冰灵凤髓之体，莫非是这小丫头？果然冰人冰语。